韩国六天自由行懒人包。今天要介绍的行程是位在韩国首尔内的八个主要区域，是去韩国都会去走走逛逛的地方，包括各种历史古迹、商圈、文化景点等等。这边是六天的行程规划，同个区域内的景点、商圈都会安排在同一天，也可以依照自己有特别想逛或是你特别想走的行程来去删减一些地方哦。接下来呢，会简单介绍各个景点跟交通方式，还有一些建议的路线，一起看下去吧。天主要逛街的区域在中区，有明洞、南大门市场等等。搭乘中午的班机抵达仁川机场，搭地铁到市区的旅馆放行李之后，稍作休息就可以开始第一天的行程啦。首先第一站来到乐天超市。首尔乐天超市是来韩国必买必逛的点，就是各种韩国伴手礼啊，买都买不完，结账柜台就可以直接退税，非常方便。搭地铁四号线会到会贤站，从五号或是六号出口出去就会抵达南大门市场啦。南大门市场是韩国最大的综合市场，可以买到各式各样的商品啊，很多的都是产地直销，所以价格相对便宜很多。明洞有换钱汇率最好的换钱所，所以很多观光客第一次来到韩国自由行就会去的地点就是明洞。一些餐厅都有中文菜单，以及店员都对观光客非常友善。新世代百货在明洞跟南大门之间，在韩国是第一间的百货公司，它里面有各式品牌的进驻。那另外一间乐天百货的话呢，就是9到12楼都有很大的免税店，不时还会有专门提供给外国人的折扣，所以来到这边可以挖到非常多宝。再来跟大家介绍的是乱打秀，是韩国音乐剧，它以厨房为背景，表演包括了杂技啊、魔术、喜剧、哑剧，还有和观众互动等等，透过敲打各种锅碗瓢盆，带着观众一起嗨，解除压力，其实都蛮有趣的哦。来到第二天，会带大家到马浦区还有永登浦区逛逛商圈及现代百货。第一站是梨大，街边都有一些流行服饰店啊、鞋店，然后这边呢有一些店家的服饰其实单价都不高，大概落在韩元10000元左右，其实都蛮好入手的。接下来往前走的话，会到新村商圈，有很多服饰啊、配件及百货等等。然后这附近呢，其实有蛮多间大学的，所以它的商圈主要客群都会是学生，价格相较于其他地方就是会比较亲民一些。再来晚上到了宏大商圈，店家的营业时间都会到很晚，也是一条好逛的商圈。这边呢，因为临近大学，所以租金比较低，成本比较低，所以商品跟一些小物都会比较亲民的价格。再来到现在最有名的如一岛现代百货啦，它位在地铁如一岛站，它不止超有逛之外啊，它的内部装潢也很美，里面还有室内空中花园可以放松喝咖啡。第三天给大家安排是中路区跟东大门区，穿韩服到景福宫拍拍照啦，逛逛商圈。搭地铁三号线到安国站，从一号、二号、三号出口出来都可以。这边安排的路线是走桂洞街到北村三景，之后再一路走到韩屋村这边。它有传统韩屋建筑的青瓦房、石墙路，它的地理位置也非常大，而且很多爬坡还有阶梯的路，所以到这边记得一定要选一双好穿又好走的鞋子哦。走到北村韩屋村这里附近，也就来到三清洞的区域啦。除了上面有富有设计感的三清洞星巴克可以去打卡看看之外，其他像是壁画街啊、亲吻壁画等等都很值得去走走逛逛哦。仁寺洞在安国站跟中阁站之间，这次安排的路线是从安国站的六号出口往下面逛下去，这边有一个比较新的商圈，
圈叫做安宁人士洞商城，里面有许多知名美食啊、服装饰品，还有文具文创小店。另外还有一条有特色的街道叫做升级街，可以找到很特别的手作商品啊、传统工艺品，街道也很有设计感，非常有趣。在逛北村韩屋村或是三清洞的时候，也不妨安排一些韩服体验在这边。除了在北村八景可以拍美照之外，也可以去旁边的景福宫或昌德宫留下纪念。韩服体验有很多漂亮款式的韩服可以自由选择，也有梳妆区可以自由搭配，它有很多免费的配件啊，发带啊、小包包、花环等等，都可以让整体的造型更加分。接下来是很有名的景福宫，如果想要体验韩国文化历史古迹，一定要来到景福宫啦。很多游客也都会在这边穿韩服拍照留念，可以说是第一次到韩国必去的景点之一。再来这个是昌德宫，是在景福宫之后建造的第二所宫殿，也是朝鲜时代国王居住最久的宫殿。逛完这个景福宫的时间，如果还有一些时间，你可以来到旁边的昌德宫看看哦。搭乘地铁一号线到中路五街站，然后从八号出口出来就来到广藏市场啦。它这边有分成两个区域，一边有很多的美食，另外一边就是传统市场，各种商品都应有尽有，也有超多很好吃的美食。来到这边一定要体验的就是坐在他们的路边摊座位，然后吃他们韩国最道地的小吃。接着搭地铁四号线来到是东大门历史文化公园站，这边就是东大门商圈啦，附近有很多商场跟百货，然后地图内红色底的地点就是代表零售的店家跟百货，那蓝色这边呢就是批发居多，这里也是韩国服饰最大最大的批发中心，部分的商场也有开放让游客用比较便宜的价格买衣服，所以有空的话也可以去挖宝看看哦。第四天会从中路区到龙山区，再最后到江南区。这个 mall 是最有名的，是星空图书馆，它最近是很受欢迎的打卡景点。百货公司也蛮大的，不妨可以走走逛逛。周边还有其他百货商场、百货公司、赌场等等。下一个是江南地下街，这个地下街是韩国的五大地下街之一。一出站就会看到了各种服饰啊、美妆、美食。百货公司 Outlet 也应有尽有。接下来是新沙洞的商圈，这一个地区大多比较高级有质感，它的价格也比较高一些些。新沙洞建议是目的性的逛街，要认真逛完整个新沙洞商圈是需要花非常多时间还有脚力的。霞翁亭是许多韩流经纪公司的所在地，长达1公里的韩流明星街K-Star Row 有很多彩绘小熊，就是象征着一个 K-pop 大团啊，也能到附近的店家探访明星爱吃的餐厅。再来这个是高速巴士地下街，有着超过600间的店家，贩售从女性服饰到饰品啊，还有一些装饰品跟花等等的。下一站来到的是汉南洞，汇聚了许多近期知名的小店，包括服饰、香氛品牌，街道也有浓厚的复古氛围。梨泰院呀，有很多像是夜店啊、酒吧都集中在一条街上，所以许多外国人就是来到韩国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第五天来到的是松坡区的乐天世界，这边可以玩上一整天。韩国首尔的乐天世界不但占地广、交通便利，周边的设施也很多，像是有乐天百货啊，也有水族馆等等。乐天世界有分成探险世界跟魔幻岛两个部分。探险王国是在室内，它的设施比较适合亲子游玩，而魔幻岛则是安排在室外，设施就会比较刺激一些，会有云霄飞车啊，也可以安排一整天的时间在乐天世界，也绝对不会无聊。
第六天还可以在韩国首尔郊区的爱宝乐园，也是韩国必去的乐园之一。爱宝乐园是世界第七大主题乐园，然后爱宝乐园离韩国市区也比较远一些，所以从市区到爱宝乐园大约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有全球集市、美洲探险、动物王国、欧洲探险、魔术天地五大主题。除了多达40种以上的游乐设施之外，它有依照季节的不同举办各种游行活动。最后一天的晚上就准备搭机回台湾啦。最后记得订阅、按赞、分享、留言、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